Disney Plus 影音串流平台于台湾上线近三个月，迅速成为受到欢迎的串流媒体。2022屏东乐代农业博览会今年就以华特迪士尼品牌经典角色为彩稻田主题，也规划了一系列和迪士尼有关的活动，其中绿活同乐会邀请了大小朋友在服饰或是配件上打扮最符合主题的造型参加，就能够获得迪士尼漱口后背包，吸引了民众粉丝齐聚同乐。2022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打造巨型迪士尼彩绘稻田，吸引全台游客目光，也吸引迪士尼粉丝来朝圣。主办单位特别在主舞台举办乐活同乐会，由哥哥姐姐带动唱，热博吉祥物羊宝、小歪瓜以及他们的朋友熊宝也来同乐，大人小孩跟着一起跳起来，场面好欢乐。除了有精彩带动表演，现场上百名大人小孩有的打扮成迪士尼相关角色，有人身上佩戴迪士尼相关配件来参与活动。主办单位选出打扮最吸睛的小粉丝送出礼品。你今天打扮的是谁？你今天打扮爱丽丝。那你打扮是谁？艾拉莎。带小朋友来参加热带农业博览会，因为知道有迪士尼的主题，小朋友也很喜欢。对，今天看到哥哥姐姐唱唱跳跳很开心。在绿活同乐会结束后，有装扮迪士尼相关角色或是期待配件的民众，就可以获得迪士尼授权的限量漱口后背包，兑换人龙绕了一大圈，显见迪士尼的魅力无穷。姐姐是只有这个唐老鸭的背心，然后她的口罩，然后弟弟是这件衣服跟她的裤子。对，然后这里一个小的，它是一个三眼怪的背心这样子，特别就是有帮他们打扮，然后要来换那一个礼物的小礼物。我是迪士尼的粉丝，所以就是那个是特别从高雄来这边的，然后还有那个三眼怪，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三眼怪，喜欢三眼怪，所以特别来收集这个跟参观这里。对，我喜欢迪士尼，所以带小朋友来这边装扮，来这边做活动，然后这边有唱唱跳跳，小朋友都很开心。2022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规划丰富多元的迪士尼相关活动，游客还能参加 DM 集章，到各区参观集满六个章就有机会获得限定好礼。屏东热博即日起开园至2月28日，每个周末都有迪士尼相关主题活动，想参与的民众可上2022屏东热博官方网站搜寻相关活动讯息，安排时间到园区感受迪士尼及热带农业魅力。